说他生日什么时候？1月24，能不能直接拨给帮开铁卷门哈？没有连线电话是白色吗？我们是不是提前来用啦、啊？当然是两个学生的庆生会，看泛黄程度也有一定的年代了。最棒的学生，廷芳跟恩慈，原来你们的生日只差五天。嗯，我是不是不小心提早先来啦、啊？应该是睡在断断续续，应该有一个有污渍吧？哎，看一下，有些斑驳。对啊，造什么词？然后这边写廷芳跟恩慈，所以是恩慈吗？那廷芳是谁？然后这边写 Amy 嘛，对不对？10月24是 Amy 生日，24那差五天的话，前后加5跟减5的话，19跟29，所以代表密码应该是1029吧？嘿嘿，我是天才。谢谢大哥，哈哈哈哈，我是天才，开发军终于被你发现了。我是懒得做其他的教室地图了。啊，等一下，等一下，不是，等一下，这是三小，哈哈，我想，突然莫名其妙讲这一句，楼梯竟然关起来了，图书馆那边楼梯应该还没关，往左边走，哦，已经被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是彩蛋吗？不知道哎、欸。所以我们要走这。哎呦，超暗的啦！它、啊、不能用正常一点的那个吗？你、欸、这样子，不为什么切换的这个光照就还好？太暗，看字好吃力。本校群艺楼近日部分教室走道正在施工，地板易塌陷，请本校师生勿通行，只能冒险走，不然会。哦，美术教室哦，这就直接开了是不是？哎，那如果直接走会怎么样？你从楼梯上摔下去啊！真遗憾，看来您不小心死亡了呢。再努力查看特殊成就怎样？点击一下已退出。傻秀，哎呦，按错，我死掉了。滚！你那个同事是不是脑子有洞啊？安安啊，你叫我安安总觉得略显浮夸。安，我看懂了，我现在看懂，很认真读书，不要打扰他好了。人家是不是要考试啊？没有，那是明天。好耶，谢啦，一看就知道不想努力了。又一个阿姨不想努力了吗？对，要小心，不能碰到。好，可以关了。第一层水彩用具，你们这边是不是素描的地方啊？哎、欸，那这样，啊靠！有橘色颜料，哎、欸，它这颜料是要拿的啊？装颜料的小箱子，顺手帮忙收拾一下好了。你这多闲啊！我天啊！一月份月历，嗯。月历日期不对，10年前月历怎么会像新的一样？你看里面还有一个娃娃，好可爱哦、喔！啊，那我要怎么走过去啊？他说这个要从另外一边，对不对？得从另外一头才拿得到、啊，从哪一头啊？而且为什么我会要顺手把这个收一收嘞？这什么奇葩设定啊？充满恶意的裂缝君，看我要存档哎，口香糖很珍贵的，不要搞我。啊，有这个木板，哎呀。还没阻止战就先踩裂缝死了，靠腰。我按呢、啊，可以了。放回来吗？
是不是还少一罐啊？还少一罐吗？我真的很讨厌的，哎呦，哦哦，我以为有怪物，哇，吓我一跳，吓你妈妈！这个人是从哪乱冒出来的？更不是人吧？彼此彼此，你也被困在学校了吗？是啊，新到那边的楼梯被关起来了，看来只能从图书馆那边下去了。要去图书馆就得穿过这栋。我靠，很久没被吓，没有啊，上次作祟才被吓哦。结果马上忘记教训。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前面的路我过不去。装建筑材料的大箱子应该推得动吧？拉叉。太好了，那我们一起行动吧。晚上两个人一起行动比较安全。哎，孤男寡女的想做什么？嘿嘿嘿嘿。想做什么？哇，近距离看这个女孩长得真好看。这是所谓因祸得福吧，楼梯被关带来的艳遇吧。好，那就一起走吧。需要我帮忙吗？不，这里空间又狭小又危险，一个人反而比较方便。我清出一条路你再过来吧。是说你是从哪边过来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刚刚在后面的教室听到隔壁有声音就过来看看，原来是你。哦，痛。哦哦，指甲好痛，指甲撞到脸。了解，你是几年级啦？高三。原来是学姐，太客气了啦，不要这样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呢？周杰安，敏捷的捷，安全的安。面对箱子点击按键可以往前推一步。又要踏裂缝。别想太多，这画面感觉危险吗？还好吧，所以会卡死啊。跟他聊天，来聊些什么？你为什么会留在学校呢？我在隔壁教室画画太入迷，没注意到时间。这么晚还在学校，不会怕吗？刚听到你的声音，小小紧张了一下。你想故意讲灵异故事吓我吗？对，超坏。没让我想到，听过最近蛮多人晚上在学校看到一个身穿白衣服的鬼魂，你会害怕这种灵异故事吗？真有鬼的话我会怕啦，但这种传闻通常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我感觉得到啊。你有阴阳眼？没那么厉害，我看不到灵体，但如果附近有的话我会知道，有点像静电的感觉。那现在我们附近有吗？我没感觉到。等等，你相信我吗？你讲了我就信啊。好天真哦，好天真的小孩哦。你的兴趣是什么？画画算一种，手工艺、唱歌还有游泳。对，我现在推。哎呦！啊！啊！干！意乱迷没有？不是，为什么现在突然又变暗的？暂时不要关掉，不是。现在怎样？这是 bug 吧？你是想陷害我啊？自动关灯，那推一款恐怖的是回门，回门是什么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欸。我是不是遇到另一种灵异事件啊？来看到美女，马上都跑过去要推。你确定他是人吗？看起来不像人欸。而且你自报家门，你没有讲他的他是什么名字。此关卡死，无法回复。哈，还无法回复我？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这个可以踩吗？不行，那个不能踩。我以为可以。我看看，哈哈，区区仓库犯难不倒我啦！哈哟，差一点点。
没事，注意安全。哦，区区仓库班而已。再见了，学姐，现在可以通过了。那谢谢你了。掉下去，掉下去。哦，为什么没有掉？哦，要一起走是不是？好。类似反向类型恐怖，讲的是1911年的故事哦。不拿白不拿。你这样子我会想要查看看呢、欸，我到时候去查一下好了。它是在哪里的游戏啊？听起来好像不错哦。我确定不存档，当然要存啊！我都拿到口香糖了，当然要存档啊。对，这什么傻话？哦，在这里。不是，到底哪个天才会把红色广告颜料放到音乐教室的？这么丧尽天良的吗？这很夸张哎，太夸张喽！然后音乐教室居然不能打开灯哎、欸，更夸张。我气笑啊！这个到底是哪个丧尽天良的想出来的？哎，好、啊，恢复正常。所以代表刚刚我是遇到小 bug。饮料都收起了，然后就有东西吗？这个感觉跟灵体感觉很相似，可是为什么这次我能看得到？学姐她看不到吗？还是别说出来好了，以免她紧张。没事，我眼花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感觉我还先带着好了。神秘光球，神秘小球球，没有实体的光球，只有周杰伦能够看见与碰触。哦，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小彩蛋吗？不是彩蛋，就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哎呀，这边到时候不要有追逐战哦，不然我用摇杆会用头很痛。哎，大陆做的游戏哦，你等一下你说的那一个回门，那为什么让我想到那个烟火？是不是？不是有一款游戏烟火吗 ？MGN 他们在那玩那个烟火，哎，还没玩完呢，都这个时间都八点了。哇塞，他们这个是拼命是不是 ？MGN 他们现在正在玩那个烟火，就之前说那个借找返校的那一个游戏，肯定有追逐战的。看，但不要追那边嘛，从另一段楼梯下去就可以了。啊，有遇到你真是太好了。对了，杰安同学，你呢？你怎么会在学校留到现在？我等一下跟同学约在电脑教室要一起做报告，结果我在教室睡着了。嗯，你是在上课的时候睡着吗？是啊。啊，这样不行。不过我以前上课时候有时也会睡着，我上课没有睡着，大学之后除外，还有补习班除外。除了补习班跟大学的时候，我上课都没有睡觉。回门也有追逐战，这个有很让人抓狂的追逐战哦。哇，我现在绕跑来不来得及啊？破碎的红脸诡异男啊！红脸诡异男谁啊？你是说那一个冈部吗？那个被杀掉的那个冈部吗？以前，你现在不是还没毕业吗？嗯，哦，大三大部分的时间都准备大考，比较少上课。怎么样的报告啊？期末专题。咦，你是实验班的？语文班还是数理班？都不是，我是人文社会班的。嗯，我们学校有这个实验班吗？学姐，你真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怎么这样讲话？什么题目啊？最近发生在学校附近的拆迁案呢、啊？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呢。哪个老师出的、啊？我们班导石富成，原来是成哥。哦，学姐，你认识他、啊？算是有被他教过一段时间吧。他是个很有想法的老师，出这种题目很像他的风格。你认识他，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班？嗯，这个题目我有点兴趣。你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问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一点忙。你应该不是人哦，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感觉不是人。冈部正树吗？是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姓冈部。红脸诡异男作祟里面那个受害者叫冈部啊。野口修的话是凶手啦。凶手版的野口修哦。然后老师要被病娇砍了，不要哦。嗯，今天也真谢谢你。你等等要去资讯馆对吧？对，我还有事情，那现在就分开吧，下回见。
学姐再见。你又不问学姐叫什么名字啊？你们都不用问了吗？十年前的朋友了。哦，我觉得他是鬼耶。啊，什么下次再见？不要说联络方式，他几班的、啊？我连人家的名字都没有问到呢。周杰，你是北七哦？是，自信一点。你是，还是赶快去资讯馆吧。等一下又不能过去了。然后他走往这边走一走，人就不见了。哇哦！呀，啊，等一下，我刚刚是，我刚走进来，然后就突然问我说要电梯往三楼吗？哎、欸，你们刚好看到吗？我刚走进来这边就突然电梯要往三楼吗？原来这边有电梯是不是？哇靠！等一下，等一下，树小弟孤陋寡闻，没有看出来这个原来是电梯耶！我天哪、啊！原来这边是电梯啊！我天哪、啊！哇，这有点出我意料，猛哎、欸！哇靠！有机会，你是不是想色色事？没有，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下流、肮脏、龌龊吗？对，我只想进去里面好好调查调查，跟他们好好交流交流。怎么都没有，辉哥是出事了哈！完了，完了，我好像不应该先往这边跑哎、欸，我好像不应该先往这边跑。他现在被我找出了另外一种奇怪的 bug， 科学咯，因为我先跑过去嘛。他这个应该是按照那个时间进行的，就是应该说啊，抱歉，应该说他是按照就是事件，就是你走到哪边就有那一个就会有事件这样子。结果他没有排那个时间顺序吧？我不知道，因为我对游戏那个制作真的不是很了解，可是感觉有点像这样子，就直接触发了，对啊。因为我的坏习惯是我会先到处走，那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作者他们就是怕说会有人像我一样直接走到那边，然后就会把一些那个就是会分时段啦、啊、可是他这个没有，那姐妹你要挂掉，不会，我会把这段用上去的。作者，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有瑕疵画面，有 bug 啊！你是哎？你不会是把学校女生跑遍了吧？我也想啊，可是我这边只看到一个女厕、两个女厕而已啊。哟呵，哎，你是真的蛮晚来的，你们都不叫我、啊。哦，我放学我就去练球啦，我要去学务处攻读。啊，好好好。结果我醒来的时候啊，楼梯那边已经关起来了，害我还要绕到图书馆那边楼梯下来。那你岂不是要穿过群艺咯？那晚上很阴呢。最近啊，班上不是很多人都在传啊，晚上看到鬼吗？你不会遇到鬼了吧？没有，不过遇到一个高三的学姐。诶，怎么？蛮正的。二十点秋香戏。靠腰。few moments later。few moments 三小啊。回家咯。哇天啊，我对你太失望了，周杰，你可以自己找一面墙撞死了。87分不能再高。哎，你们两个在这种事情上意见倒是高度的一致啊。哎，不是啊，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讲你耶，你人家的名字几班都没有问到。算了啊，放过他啦，我们继续炒资料吧。去听听他们各自的看法。在哪里？哦，在这里。先申请才能使用。我看一下存档，存档哦，对，用这个。那、我还是觉得他怪怪的，奇怪了。这件事我怎么看都应该猜啊，怎么还会有人要抗议？真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怎么说？你看这则新闻上写的，县长说了，这次工业区的引进至少可以为地区带来几个亿进来，地方的商业跟交通会被活化，我们这边的交通系统会方便很多，也会多很多的新工作。哎。说不定啊，我爸就不用每天为养家，还要兼好几份工作了。啊，对了，这家伙的爸爸前段时间被裁员的样子。